这边的一台皮肤的放大仪，可以把真正的肌肤呢放大200倍。 因为在这个仪器下面呢，可以把我们整个皮肤的状况，你看的意思是，对，这个是绝对骗不了人的，是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呢。 来问大家来证实一下呢，真的在仪器底下呢，可以看到圈圈的肌肤状况呢，到底是有多好。当然，我也会为大家来做一点专业的解释的。你可以想要上来吧，这边坐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对不起，还是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我先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哦。一个好的皮肤呢，要具备三个条件，第一个呢就是水。